好了，朋友们，好久不见，鹰眼，鹰眼，是很有过节气氛的一个部剧。但我们现在的节都过完了，元宵节都过完了，是吧？春节都过完了，春节都过完了，什么都过完了，是吧？那我们再回过头来去跟大家说这部剧。这部剧，其实说了鹰眼，感觉很多人还是觉得他是一个存在感不强的这个超级英雄啊，没啥存在感。看了，刚看的。是，我是确实是刚补的，但是看完以后觉得挺好的。为了来特意看，没不过节的这个期间里边看，其实很有这种同步的代入感的，对，是吧？对，过节是，所以他讲的就是关的那个节前那几天，期间的对，什么23糖官战，鹰眼吃糖官，就倒数那几天干的事儿嘛，然后最后回家过节，糖官粘在雷神的嘴，让雷神上彩虹桥之后演好事，对，最后不是有钱没钱回家过年，回家过年了。哎，那咱们现在就冷静下来是吧？再看这部剧，就是还有什么可跟大家分享的吗？就在这部剧里边，我们能看到一些漫威宇宙里边的一些这个怎么说一些角色是吧？也就是在漫画里边出现过的一些角色，是吧？一些物件也这些角色好像还是第一次出现吧？在漫威剧集里边，大部分哈，什么第一次出现啊？那个回声，回声啊，那墨西哥裔的，这个他每个剧不都得出点新人吗？我觉得这个话得这么说嘛，要不然他妈说什么呀？其实这边有一个重要角色啊，就是跟黑寡妇有关，跟娜塔莎是有关系的，就是他的这个妹妹，还是姐姐，还是妹妹？妹妹，伊莲娜，是吧？白寡妇，白寡妇，反正现在那么叫，都这么叫。他不是黑寡妇军团吗？对，但是他叫白寡妇，因为他穿件白衣服啊，那就区分开哈。真好，真好，对，挺好的。这剧本身，我最开始看到预告片的时候，我没有太大期待。我也没有什么太大，因为一说鹰眼，好吧，我看这个剧最大的感觉就是，要过节了，要过节了，他时刻在提醒你要过节了。是，那贺岁片是吧？这就特别贺岁。不是，你不觉得鹰眼本身在复仇者联盟前几部电影里边也都是存在感比较低？是啊，确实是一个。NPC 角色就是让他干嘛他干嘛，让他有任务线的这个东西。但是你知道吗？你说到鹰眼，他应该是我在很小时候玩那个 FC 的时候，我知道那个玩 FC 时候可能认识的第一个漫威的超英，就是有以前 FC 有一游戏是他跟美队是吧？能选你选美队还是选鹰眼？但是当时不知道他们叫鹰眼还是叫美队，就知道一个拿飞盾的人，跟一个射箭的人，有印象，射箭挺弱的，对，盾比较厉害，盾一般都选盾，对，这是在很早的时候。后来看了漫威才发现鹰眼，他知道原来这么弱啊，真的这么弱，对，真的是，就你看他你就想啊，就好像就是这个。就上班啊，这个项目组是一个优秀的这个项目组啊。然后呢，这一堆人有的会他妈 PPT 啊，有的会他妈的剪短视频。但是有一个人呢，在这个你不是文案吗？在这个优秀团队里啊，你不是文你不是文案吗？是，就是有的文案也不错，但是这个人呢，他会修电脑。就没有那么大的存在感，但是他在的是一个优秀团队。对，他真说没存在感，他。在他的这个单人剧集里边，他还是向咱们展示了在电影里边没有展示的那个很烈的剑法。然后他更多的是把他在电影里没有体现的那些能力，也是刚拿到，因为他早期的时候还没。那是皮姆，那是皮姆，皮姆就是得有蚁人之后，必须得是在这会儿才能拿着，因为皮姆跟他们好了嘛。对，之前跟他们闹掰了嘛。对，皮姆之前跟他们不是就是还都不认识的嘛，后来这个美队之后才认识，然后这个后来这个应该是发生了这个什么什么灭霸事件之后，可能老爷子才把技术给贡献出来。我觉得这个演员啊，就是反正确实演了不少大片，演了不少大片，但演大片里边都是不太起眼的角色，那降临里边啊，对，他在演的女主的。哎，是女主的丈夫吧？啊、对，是吧？但是你感觉好像他没有演过那个电影一样，特别存在感特别弱。女主比较重要。哎，他有一个特别逗的事儿，就是他自己给自己做了一个 app， 原来，
就这演员，他给自己做了一个 app， 他是 IT 是吧？不是，他就是觉得这事儿，我觉得可能就是想宣传自己吧，然后做了一个 app， 然后那 app 现在就等于老有人骂他。其实我觉得鹰眼是代表咱们地球人是吧？比较这个水平比较高的，这个比较厉害的。我觉得黑寡妇也比他牛逼吧？黑寡妇应该打过针吧？应该是也。这至少打过美容针嘛？不是玻尿酸什么的，不是常年打吗？不是这金花，你说你乐着，你不是说了吗？嗯，打他打针，不是玻尿酸，不是漫画里边，在漫画里边，寡妇肯定是打针了，就是确实因为你发现他时间线对不上嘛，对，就是至少保年轻的针嘛。对，鹰眼呢，其实在早期给了点超能力似的东西，就是，但是应该就感觉是耳聪目明这种水平。不是他不是也耳朵也聋了吗？就后来嘛，什么超声波剑有关嘛，是吧？所以就是后来他后来的设定就越来越频繁，越来越频繁。现在已经我看新的那个漫画里边，已经就是连街头一大壮你都已经快打不过了。那你这么说，那普通人不差不多吧？对对对，他比平凡英雄，其实他已经比普通人强很多。但是咱们有时候对于他们的这个期待啊更高，因为他队友的那个起点都太高了，所以其实这是他这个剧的一个特点吧。其实你就是单独看，你就感觉这跟超英快没关系了，没有超能力，没有高科技，就是那最后那几个剑感觉说有点超能力。我觉得除了变大变小以外，其他的也都在007可控范围之内，就是007说这有这些东西也都可以理解，对吧？除了最后那变大车那个变小车这个震荡波什么的，对吧？甚至你发个震荡波，发个网，发个酸，什么发个 USB 什么的，这不是都很正常吗？对吧？你感觉不出他有任何，就没有人有超能力。所以这片其实看着，我觉得好多人会觉得不过，就是开始我觉得就是从直接前两集，前两集不过瘾，世界上不过瘾，他不过瘾。但是呢，就是你作为整个这个系列的这个剧里边来讲，我觉得还是不错的。但是也不得不说，确实比较边缘化的，就是这个边缘化嘛，就是你看。那些超级英雄需要凡人队伍里边，都有自己的电影。我觉得有凡人才更有代入感嘛。连黑寡妇这个两个唯一的凡人，黑寡妇因为是女性，所以给了单独的电影。鹰眼这个男性有啊，降临啊，降临他让他跟那个超人的那个爱人一起，那个不是鹰眼，就是鹰眼，对吧？因为是一个白人男性，只能是电视连续剧来展现。然后里边是他现在这个风口不好，而且里边的核心展现的那个人物成长还不是他，还是一个白人女性，对，小姑娘。但是小姑娘非常棒，真的。你要这么说，演的你要这么说的话，其实有点那个有点难过了啊。他并没有以他为主角，他自己的那个。自己的单人电影还没有呢，已经开始接班了啊！对，是的，他的剧居然是个接班剧，而且这个剧里边的人物成长和性格的这些变化，其实最出彩的是那个他的徒弟，对，那个小鹰眼那女孩，其实他也有变化，就不没有那个女孩那么明显，很小吧？就是其实你看，就这有点就是公单位里的老黄牛，干了一辈子没升上去，然后呢，最后领导说再给交给你一个最重要任务，就是带新人，徒弟，对。但是你徒弟带好你就该退了。但是你要想到，其实鹰眼在这个影在电影里边还是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的。对，比如去救旺达，对吧？最后不是最后人都退休了，给人老同志请回来了，说你看我没超能力，我就早点退休吧。结果不干，你们非他妈请我回来替你们擦屁股，你们他妈打成一锅粥了，对吧？包括那个灭霸的最后不是他跟那个。娜塔莎一起最后是对最后完成的那最后最难完成的那个任务是他跟交给他了，是他跟那个寡妇去完成的嘛？二选一寡姐嘛？你交给谁的话，他你说他跟谁啊？他能那谁能跟娜塔莎去啊？对想不到啊！就对啊，但不是说得是最爱的人死了才能出宝石吗？哎，你说他最爱就是。他跟娜塔莎之间到底，对，不知道是一种什么感情啊？什么感情？那个他说不是说了吗？他说他那个就是最难忘的射的那一箭是他没射出的那箭，对吧？就不要想，对对对对对对对，在布达佩斯哈，在布达佩斯的酒店里，没射出的那一箭是他最难忘的那一箭，在弦上没有射出，麒麟。哎，我那个看这些剧，我看的是那个就是关中，你知道吗？关中，反正我看的是叫麒麟。哪个是麒麟啊？鹰眼啊！哦哦哦，
克林特·巴顿吧，还是麒麟？麒麟巴顿吧。以后我管他叫麒麟。哎，不过说实话，所以这个剧其实后来啊，就开始说看，可能会大家觉得这个角色边缘化，就是并没有那么多明星范儿，就或者不是演员的明星范儿，就是在福尔英雄的那个，对英雄的那个范儿，他又没有。而且这个剧一上来就表达他耳朵都不好使了，还要需要带助听器，就是这个打仗对他造成这个战斗对他造成了很多的这种伤害，其实有点那个老金刚狼的劲儿了。但是金刚狼疼。啊，老了，金刚狼一个可带他妈艾德曼金的爪子，我觉得就别弄什么少年复联了，有弄老年复联吧。我觉得你说的对，夕阳红复联，干嘛非要看那个年轻的？干嘛非要看精壮的那小伙子？就看老年复联呀，脸上都褶了那种，对呀、啊，你看那个。不是那个前两年那个什么那个史泰龙、嗯，不是召集了一帮那个老的那个敢死队，敢死队嘛，我都想好了，老复联，老敢死队，就按那个谁金刚狼那个来嘛，就是这个没有自愈因子的金刚狼，眼睛瞎的鹰眼，嗯，不是耳朵聋吗？不是，那漫画里最后眼都瞎了，眼瞎耳聋，就眼睛也瞎了，柯震恶就柯震恶似的鹰眼，你知道吗？到哪拄上那拐杖，对吧？再拄着他那剑，再找还有谁老啊？还有谁老啊？那个，在下就是那什么，哎，老美队啊，美队啊，就是那个老化的美队，老美队，那个血清失去的美队，他也不能打了，拿着盾牌只能发号施令，然后瞎鹰眼，然后开始瞄准。老福瑞，对，对吧？找这帮人演呀、啊，找这帮人演呀、啊，对吧？那个，这找再找几个女性，对吧？别那老真弄那年轻漂亮，弄那谁老黄蜂女，这片里不是有老黄蜂女吗？白头发那黄蜂女，对不对？你看白头发皮姆，对啊，皮姆，这不是本身就老吗？对呀、啊，就这些人组一老年复联不完了吗？就干嘛非要组年轻的复联？弄这小鹰眼小孩，对吧？对，当然了，也好看，年轻人爱看。但是我觉得确实有这问题，我们应该提倡要组老年复联，可以拄着拐去打仗嘛。拄着拐摇着轮椅就有颗英雄心嘛，对吧？唠呗，让美队唠呗，讲道理，对吧？就是，但是说回来，说其实好多人看的时候开始会觉得怕没意思嘛，但确实会存在打的不够，就是这个像以前能发波的能有魔法呀什么的、嗯、打的我觉得还行，就只变成了肉搏打斗嘛。当然他的打斗戏做的还是不错的、嗯、他的打斗戏的动作还是做的不错的。 我最满意可能就是这部剧里边的打斗了吧。嗯，打斗做的不错。 嗯，然后呢，其实更多人的感兴趣的点是在于确实加入了更多的联动、嗯、就是或者说一些角色的回归。 对， 对，首先先说这个小贾特喜欢的这个金霸王，听着跟那个姓金民病字霸王似的。地狱厨房话事人金病金霸王。你以后叫金霸王吧。我不叫金霸王吧，我叫金霸王吧。你看他现在做这德行，像不像金霸王？有点霸王，真的霸王。我硬上弓，我硬上弓，我最后一箭不射。你跟你仿生人都要硬上弓，我操！然后这个还能有天理吗？天数。哎，他为什么金病在这部戏里边被设定的那么弱呢？他跟那个网飞的那个金病现在就是。不一定能是一个人，但是确实一个演员演的，对对对，但是没有那个，就是制片没有出来说到底是不是王菲的、就抬杠了，就已经是那就是、嗯、那种话属于抬杠，就他就是金病，而且就是那个演员、嗯、认了这个演员，认了这个角色。我觉得那个这个迪士尼漫威他们近些年来不他就是把这个反派弄得都不够反，不是金病本来也没多厉害，我觉得好多网传说金病特牛逼这那，我觉得就过了，就是那没办法，那现在需要反派、啊、不是有康吗？等着康吗？康你看也是笑面虎那种、就是、非得弄一狠的、哎、迪士尼其实迪士尼现在就是就做不出来那种真的这种特坏又坏又狠的那种。哪种算坏？比如像那个安家和平使者里边的和平使者里那个是吗？那他们太坏了，对不对？太坏了，对不对？哎，我跟你说这有时候这事儿吧，你怕串着看，怕对比，你怕串着看，你怕对比，这人也是，你看这种让你觉得合家欢的东西看多了吧，你就是觉得不够劲儿，就觉得里边坏人不够坏。对，他本身他也没有什么超能力，他无非就是肌肉多一点，然后就是武功强，对，挨揍扛揍，
对吧？对，金敏本身也没那么强的能力，只是说很多有很多集里边会开挂，谁都会开挂，或者某个宇宙或者某次事件，他能开挂去打败谁、嗯？但是你就说他的常规数值或者他常规能力，就是个也就那样，也就是个最强人类吧。对，也就这样。但是问题是，这复联里都是什么玩意儿了？神仙，对吧？这个放射人，对吧？都是这种太强了，有钱、啊，他还是有钱啊。有钢铁侠有钱吗？那倒没有，人家是地下产业的那个，走别的路的。嗯、哎呀，就所以金并一直也就那么回的事儿吧，就是也都是跟什么夜魔侠呀、哎、蜘蛛侠呀，金并有点强塞在这戏里，那就是为了加进去嘛。对，我觉得他是为了后边的规划。那我觉得你还不如不让他出来呢，就出个剪影什么的，是吧？胖墩墩的一个剪影，完了，嗯，就是那这个剧立不住啊，这个剧需要一个这样的角色去最后，这剧我觉得就是给一下，不太。因为他我觉得这剧完全就是为了让大家搞快过节了，一个快过节，一个是该接班了，该接班了，该接班了。就是他确实不好处理的点就在这儿，就是你没给这种人找反派特别难。他如果他就能打败神仙，那感觉复联存在没意义。嗯，你让他打来打去就打不了太累，因为同样的那个寡姐那个电影也是这问题，他最后弄不出特强的反派来，嗯，他没法跟特强的反派打，你说他就给康给灭了，那就所以这戏其实所以这戏里边就是不停的是好人之间互相打啊、嗯，好人之间互相打，对，就是这白寡妇也来了，嗯，对，伊莲娜，嗯、伊莲娜。他等于是强，就是直接就接着那个黑寡妇电影的嘛。对对对对对，嗯、黑寡妇电影咱们也主要没讲过。其实黑寡妇电影，黑寡妇电影出现的太不是时机了啊、嗯。黑寡妇疫情闹得最对黑寡妇的电影吧，我看了看，就是嗯，怎么样？也一般。一般，就是不是特别的精。他就是为了要补完那个剧情。对他只是为了补完这剧情、嗯，里边有的地方还是比较感人的，就是把黑寡妇的人设补完了，但是、嗯、也是接班。对他也是接班，但是他那接班好歹算黑寡妇把整个黑寡妇人设全补完，这倒是，这个是比较好的，就是这个我好多人没可能没看过那个黑寡妇那个电影，黑寡妇那电影大概演的就是寡姐从寡姐小时候演，好像说演寡姐小时候那个姑娘，有她大概七八岁的时候是那谁是米拉乔沃维奇的那个闺女，对对对对对对。啊对对对，他演比较合适，因为毕竟 是东欧血统，对东欧血统的后裔嘛，就是大概他讲的就是他那个人设给补完了，就是其实那个白寡妇不是他妹妹，对，那白寡妇不是他妹妹，是他是他是别收养的吧？是就是说那会儿让这个再造家庭，就是让这谁让这个一个人来让去美国执行一个秘密任务，这个任务需要一个家庭，所以就是有这么一个这个男的，有一个爸爸，一个妈妈和两个孩子，对，所以这里边这两个孩子里边大闺女是黑寡妇，是这寡姐，小女儿就是这个白寡妇，是她妹妹，是一个组成的家庭，并没有任何血缘关系。其实这件事里边她妹妹不知道，他妹妹因为太小了弄不明白，他们都是孤儿，就开始说他们都是孤儿，但是寡姐是明确知道的，就有一幕特感人，就是那个就是他后来找到他那个就是这个就等于是后来他们在美国这个败露了，所以他们就逃跑，当时这个苏联已经解体了吧，我记得好像是他们跑到古巴去了，对，但是跑到古巴去之后，这个寡姐当时还小呢嘛，就被送进了这个红房，就是他跟他妹妹都被送进了这个红房那个练特工去了，然后这个他爸爸呢，他爸爸实际上那叫什么来着，红色守卫是吧，叫就是他爸爸实际上是这个就是类似于美队的一个苏联美队苏队，实际上苏队是爱国者啊，苏队，然后呢这个他妈妈呢是这是科学家，就是这个临时家庭里不是他亲妈，就是他这个临时家庭的妈妈是科学家，然后这个等于就是这家庭就解散了，然后后来是寡姐是逃出去了，其实他也补全了，那块没补全，但是大概能说明白，就是寡姐跟鹰眼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在布达佩斯，应该是寡姐在布达佩斯执行任务的时候，鹰眼收到的任务是去杀寡姐，然后他没说为什么，难道是因为他的美色吗？就是这鹰眼说最后好像是寡姐要杀一个什么将军还是什么的，那反是啊，但就是说为什么鹰眼没杀寡姐？也没说太明白，我觉得肯定还是看人好看吧，没说太明白，符合他品味。我觉得这东西不是说单纯看好看不好看，得是不是符合这个符合他的品味。嗯，反正那会儿可能寡姐岁数小，觉得杀一小姑娘不合适吧。反正他们俩之间相差几岁？没几岁，就是在这个电影里的设置相差的，反正是鹰眼大一点，
鹰眼大一点，寡姐我记得好像八几年，就是那个设置里边，电影设置啊，不是漫画，电影里设置里寡姐八几年的。然后这个说是鹰眼那块没眼，但是能感觉到应该是鹰眼，就是射了他几箭，但是没射中他人啊，就没射中他人，曾经射歪。对对对对对对。哎，你不是小刀，你不是说他在布达佩斯没有射出？对，就有一箭射他人，就鹰眼想射人很简单，对不对？嗯，他没有射人，他射墙，他射墙了。他最后射墙上了。你说是他没有射出吗？不是，他是这么说的。就是他指的是什么？就是我先射墙上吓唬吓唬你，然后最后是能够射中你那一箭，他没射。其实你说他射墙上，经常要骂人的话，一般不都说那个我当初应该把你射墙上了？对啊，所以他先射墙上三箭吓唬吓唬这个寡姐。反正就后来他带着寡姐跑了，说服了寡姐，把寡姐给说服到了这个神盾局的，因为寡姐是脱离了那个就是这个寡妇组织，就是一帮女特工组织，脱离了这个组织了。就是事后他又去找到。到了他当就是事后他这个回到布达佩斯，他遇见他妹妹了，就应该就是这个灭霸来之前，嗯，美队这个内战之后，灭霸来之前，他去回到布达佩斯遇见他妹妹了，然后他跟他妹妹还说呢，说你不是我妹妹，说咱俩都是孤儿，然后咱们是被临时组成那么一个家庭啊，但是伊莲娜就是。把那段记忆就对伊莲娜就是后来当成真的了。对伊莲娜后来说过，就是后来他最后找他爸，他爸就是那个伊莲娜那时候更小了，更小。那可不是，就像我小时候看编辑部故事啊，飞来的星星，你觉得就是真的那是真的吗？对，太小了，岁数太小了。对，然后那个伊莲娜呢，就是这个后来他们又找着他爸，他爸带着他们找着他妈，就最后组成家庭，重新坐在那儿。但是大家根本都是貌合神离，实际上是希望他爸跟他妈带着他们去红房子，捣毁红房子，把其他的这些寡妇们给救出来。但是那会儿就说过嘛，就那伊莲娜就急了嘛，就说你们都知道是假的，我不知道，我小时候看这一切都是真的，你就是我妈，你就是我爸，你就是我姐姐。但他妈你们所有人都是假的，就他妈假的就不能是真的吗？就是假的，它不能是真的。你们非他妈天天跟着争竞真假呢？在我心里都是真的。那行，那你就爱我们吧。啊！但是他妈不是不爱他。对呀、啊，其实后来是爱啊，后来是爱，就是开始表达的不是很爱他们，拿他们当实验品嘛。他跟小孩说不清楚，那说我们现在执行任务呢，跟你说那么真有意义吗？啊、嗯，都是演员。他爸但是确实也狠呀、啊，他爸他们后来这个得救之后，给他们送进红房子，说直接先把子宫卵巢全摘了。对。就是为什么叫寡妇组织？就是他们不能生孩子，所以他们两个人说话老说你想过生孩子吗？寡妇组织是不能生育的意思吗？对，就是他里边解释，没有爱人吗？就不是那个不是应该是那个爱人死了的意思啊？是啊，但是他这里边就是解释啊，就是电影里的解释，就是说没有那个就是没有生育能力了，但就是。不是说那个要卵巢没有，不是不分泌这个雌性激素？不知道啊。注意，我们是黑寡妇，应该这样吧？不是，这可能打针，要不然说打针了呢？要不然说打针，就是、打这个雌性激素维持这个？对对对对对对对，对都是、他们长胡子了。对，可能打针了，可能打针了，反正就是这么个意思。这个就是那段有一段还挺感人的，就是那个他妈就是那意思，就是说我就是科学家，然后那个我跟你们没什么关系，就是不拿你们当回事儿。然后他爸说：“我刚从监狱出来，咱们要不然还是再演演夫妻吧。”等于就是他的这个假父母老拿这事儿特别儿戏是吧？对他爸算相对上点心，但他爸虽然说是苏队，但是那智力就是也不太行，就不太跟得上似的。但是因为什么呀？老喝，一直就是那酒没离过手，老喝。刻板印象啊，这是对俄罗斯人的刻板印象。酒蒙子老喝着，确实挺能打。打是挺能打，但是那个有一个场景、啊、对，有一场景就是他在他那个妈，就是他这个干妈家里，叫干妈妈，就是这临时妈妈的这家里边，发现了一相册。他说：“你怎么还带着这相册？这相册上都是之前他们伪装家庭留下的照片。”然后那个寡妇说了一句：“黑寡妇说的，说就看这张照片，这张照片我记得，说这个拍的是圣诞节，说我特别印象特别深刻这一天。”这一天就是我拍了圣诞节，拍了感恩节，拍了什么元旦，就是因为他们要伪造自己是个家庭、嗯、所以要在那一天演都拍完，对，我要把那一天的那个节日全拍下来，就放在相册里，不是能够更好的伪造吗？他说我知道那一天我过了所有的节，而且我知道圣诞树下的礼物箱子全是空的，但是我那天还是很高兴，嗯，就是甚至我希望可能有一个箱子打开里边是有礼物的，就里边可能有一个是真的，特可怜听着。那跟看春晚一样，明明不好笑，但是你要
在那个状态下就哈哈一乐，异常好笑，就是也可能表达出人家的就是寡妇寡姐挺可怜的，就之前也没有什么，要不然他老说妇联是他的家呢，他没有家人，因为他、所以其实挺奇怪，他一直说没家人，突然出来个妹妹，其实特别恍惚，这寡姐怎么说话他妈就云山雾罩啊，对吧，云山雾罩，招三不招两，就没有人替他往回圆呀，他妹妹哪了，所以这会儿就是他没觉得那个是妹妹，因为他在小时候同一天过了那么多个节，他知道这是个任务，他甚至都知道这是任务，其实他小时候也都练过两下子，因为那个就是他们被抓的时候他上台踹人枪呢，就是有两下子，这个他知道这是任务，所以就是挺让人心疼的，所以其实也从这儿能够就是说深入的去讲，深入的去分析寡姐为什么后来自己跳崖死了，去换那个灵魂宝石、没让那个鹰眼跳，对，因为鹰眼有家庭，因为鹰眼有家庭，就是他太在乎这个家的感觉了，因为他从小没有，一直是个假家，他甚至连假家，对，就是假家嘛，假的你们家，就是甚至是连这个拍照过个假节都是他最愉快的回忆。假家是个大家庭，对，家是王薛是吧？就是这个不是真假，真假也是个这《红楼梦》里一点没有，真讨厌了这事儿。就是这个，所以对于他来讲，他不是说我的命换鹰眼的命。是我死了，我要保住一个家庭，别经历像我。他更在乎的是鹰眼的那些孩子们。对，但那个因为灭霸那个响指的时候，对，他那孩子都没了，都没了，包括媳妇儿也没了啊，他挺痛苦嘛。对，因为这个其实就是后来也能，就是鹰眼这部戏，其实后来也大家有一个迷思嘛，一直就是寡姐跟鹰眼这到底是个什么关系？他还有后头鹰眼又出了一家庭，他这媳妇儿不吃醋嘛，对吧？其实这里边有个暗示，媳妇儿其实不是凡人，也不是一般人，不是一般人，不是一般人，不是 是带劳力士的女人。不是，是神盾局劳力士，神盾局带劳力士排号19的特工，这是什么级别啊？有辈分啊，有辈分，有辈分，退休离休老干部，这算对不对？人家那演技，人家那演技上去了，对对吧？格局，因为哎，咱们好像一下说到他爱人了啊，这其实在这部剧里，你看他爱人特稳啊、是吧？那鹰眼说我现在我待会儿回去、什么，我现在有点事儿什么，这没关系，玩吧。弄吧。对，开始我觉得他这爱人好像有点不正常。嗯，这个、可能我一开始有可能是不是一纯路人，真的就是一普通人、啊。对，甚至会觉得这角色塑造的不够立体，这不得跟闹吗？这才能表现出、你又想他了吧？啊，对呀、对对呀、是不是？是不是应该？你是不是又想他来着？对呀、对吧？他今年应该鹰眼一恍惚就应该说你又想他呢吧？没有，你好歹得有这么一句吧，或者就是说那个这个，你就为了工作不回家，这圣诞节你孩子拿孩子说事儿嘛，对、你得拿，嘿呦，怎么这么贤妻良母啊？说没事儿，你忙你的，嘿，最后发现鹰眼办不过的事儿找他，你给我查一下谁，我查一下谁，嚯家伙，这人有两下子，对吧？那先说回来，结尾就说回那个、黑寡妇最后死、就是其实为了就是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是吧？舍我一人，对，这个是就这是大家开始的想法。其实后边就是说，通过他那个电影能理解了他对于家的这个追求，因为他之前他是一个不是一个这个正常的家庭，他甚至他觉得自己没有亲人，而且最后说到了，就是在电影里说到了，就是说我想找我亲妈。就是我想找我，就不是开始是跟他这后妈，就是跟他后来这组织家庭妈打架嘛，就说你不是第一个抛弃我的，我已经被抛弃过一次了，我是一个连续被抛弃的人，我不在乎。就我临死也没找着他的亲妈，没找着，说明白怎么回事了，说等于是妇联是我的家，就你们都他妈是骗的。后来他这妈说了，说其实你亲妈不是把你抛弃的，说我是科学家，我们去通过算法，就是这个数据，我们发现你有潜能，就是你是人类里边潜能比较高的，你是被抢来的。抢来谁抢他？就是这个组织做寡妇的这组织抢的，所以我们给了你妈怎么一笔钱，但是你妈你是一失那个走失儿童。对，你对，我估计啊，我只能说猜测，就是他没说更细，我估计钱可能是给他爸。他爸同意，但是说了到他妈了，说你跟你妈性格特别像，你妈就不干，你妈就一直在找你，一直在找你。他们那儿也拐卖妇女啊？对呀、有他们那儿拐卖儿童啊，然后这他妈一直在找啊，说了个事儿，说呀，说一般这种、说你要说一般这个家里找啊，其实不是事儿，但是你妈太他妈有毅力了啊，一直找，一直找，而且一直闹，就弄死他。对，说这事儿等于是触及到了这个组织的这个、就是这个寡妇组织的一些问题了，说这个就给你妈杀了，你妈杀手给埋了。我操，那是听着更崩溃 啊！就是我还想说，我说。
我说你后来都认识那个奇异法师的这么有能耐人，让他给你算算，算算你妈在哪儿，死了，一算死了。后来去问那个杀他妈那人了，他妈说这那人就说跟你妈埋在树底下了，哪棵树不记得了。我揍他啊！对对，但是那个电影里演的是最后给打了。最后，因为那人是做寡妇的，所以那我觉得这打不了他。这个真的是让那个呢，哎呀，让寡姐就是已经没有什么盼想了。对啊，就是他唯一就是看到的是他现在复联的这帮朋友，跟他最近的是鹰眼，跟他最亲的他视为儿女的其实就是鹰眼的孩子。因为这里边就是这个鹰眼这个剧里边还有演一细节，就是演他那白寡妇刚出来的时候，嗯，就等于是黑寡妇这个戏完了之后，白寡妇就开始进入了那个去救全世界这些类似于黑寡妇的这些人，就是被催眠被控制，他有解药去救。然后那个他在那个救其中一个的时候，然后救完之后突然就那个灭霸响指，他就成灰了嘛。等他再回来五年之后嘛，对对对，出门一看，那女的就是那个寡妇已经都带孩子了，说领养的，就是他们所有的寡妇都不能生育，所以他们对于有孩子其实还比较有执念的。我觉得那场戏就是也给大家呈现了这个响指的这一刹那威力，对对对，是普通人的那感觉是什么？普通人就是一瞬间，就缓了个神儿啊。对，不像人家说了，不像蜘蛛侠，还能说两句，还能说两句，还给两句词儿，一句词儿没有，啪一挥啪就回来，然后全屋都变了。然后这个，所以这里边就看到他们其实对于孩子还是挺心疼的吧？他们对于他们来说就是穿越到未来的感觉，对对对，所以寡姐其实最后人就说，最后她跳下去不只是鹰眼，其实更多的是因为鹰眼那个家庭，因为寡姐对于家庭的这个执念嘛，自己的亲生母亲被杀。到那一刻，其实首先想的还不是全人类，想的是离自己最近的牵绊哈。对对对对对，说回来就这种牵绊，这种真爱，人家为什么那个鹰眼媳妇儿不生气嘛？对吧？他也不是一般人，不是一般人。其实现在不是。说是仿生鸟，但是那个仿生鸟尴尬点就在这儿，就是尴尬点在这儿。这个戏吧，基本上是等于把那谁，把这金病啊，这个都给拿出来了。他承认那个叫捍卫者联盟，捍卫者联盟那帮人体系了。对，但是亲生原来的亲生儿子，这个神盾局在一季之后不承认了，就给俩大嘴巴。对吧？原来那也是漫威体系下的，是漫威这个漫画他们做，还是忘了，就是跟漫威影业是一个并列 ABC 那个剧那对，是一个并列部门，他但是是漫威做的那个你们说是神盾局那个电视剧，咱们以前做的。我突然想，咱们做了两次了吧？对对，我都快忘了。那里边有他妈仿生鸟，有一仿生鸟，那里边九几大个啊，有仿生鸟，对，那里有仿生鸟。哦，对对对，想想咱们以前做过的，我操，都忘了。那对呀，就这么一弄，就是等于那个仿生鸟就。Oh my god！ 那剧火还没追完，我也没追完，因为太长了。后来特别的，后来有点，我觉得后来有点看不下去了，主要是瞎聊了。他跟主剧情开始脱钩之后，他每季太长了，而且他妈十几集，20多集，而且跟主剧情脱钩太严重了，就没啥。对，就人家都已经说了，说他跟我们没关系啊，对对啊，他拍什么都跟我们没关系。他们还想法往上贴，但什么都不让他们演，对，谁也不来。你说原先演又有什么希尔，又有这 motherfucker 侠，还有什么雷神女伴都能来，现在后来的人都不去了，他们就自己演，就然后最后这只有科尔森，对，然后官方还说科尔森就是死了，永远不会复活，就真是就你说这个大嘴巴外头这儿子。这剧拍得很尴尬，啊，我觉得咱们这剧就赶紧转成就是他们研究什么超自然现象，就是 X 后来改了，是啊，是吧？改他妈去外太空平行宇宙什么这，啊，开始挺好看的，就是后来受到了这个漫威影业的这个挤压之后，确实越来越不好拍，不好处理吧。而这事儿吧，你要真交给漫威自己拍吧，就容易把这剧拍得特保守，嗯，就不容易给人那种出其不意的那种新的东西了，嗯，对。我觉得确实，你冲我眨眼干嘛？没眨眼，是什么？确实，漫威迪士尼跟你说有些话不能说，没有，没有，我就是眼睛不舒服，眨一下。然后这个谁，这个但所以就是这回鹰眼这媳妇儿可能是仿生鸟，对，因为他是那个根据他最后那个手表吧，上面写的手表上他的手表就开始一直说。我突然觉得咱今天这些节目特别复古啊！就你以前还给大家介绍过仿生鸟，对对，都介绍过，这话都是五年前说的了，对呀。啊，仿生鸟人生啊，有多少个五年啊？讲了五年，漫威都是来回，又回来，仿生鸟又回来了。对，
人非，真的那个物是人非啊，物是人非了。原先那个谁，这个神盾局红的时候，那个仿生鸟1.9米的仿生鸟，这个还说要有单飞剧，我觉得他最惨，他最惨，因为他在他实际上是后来成为那个。这个神盾局这个电视剧里边非常出彩的一个角色，对，能打啊，能打又有颜值，哎，腿也长。我记得他是演的那谁吧，他是不是演的那个邪恶力量里边演谁女朋友来的？哦，好像是，好像是。他之前试拍过神奇女侠啊，反正就是可以，虽然脸稍微显得狠点吧，但也就这样也算漂亮。然后这年头就是关键，你这张脸能让观众记住，对，就是他能被记住，大高个能被记住。他最出彩之后呢，这个一半就给送太空去还是送哪儿了，不是，对，为什么，是因为当时说要给他单拍个剧啊，说给他单拍一个仿生鸟的剧，然后因为当时项目还是在这个漫威影业必须承认神盾局的情况下，他就开始准备去拍仿生鸟单独剧了，就等于是，哎，我神盾局红了，我还有个衍生剧，结果这会儿晴天霹雳给送走了。我跟你说，这说不承认人生啊，就是你的不能轻易接这种那个画出来的饼，就是要看眼前利益，真是，哎，真是可怜哈。其实他在当时演的挺好的，主要是当时漫威的电影太火了啊，谁给你画的米饼都信啊，都那个都得信啊，而且都觉得我只要能在这里边演角色，没准哪集我就是下一代了，我就成立老年复仇者了，对吧？哎，谁成想啊，人生有多少个五年啊？他最惨。五年过去什么都没了，他最惨，等于他这最后他这单独剧也没拍，他这仿生鸟不被承认，对啊，也不被承认，先在鹰眼里边重新安排一仿生鸟，是鹰眼媳妇儿，因为我记得咱们以前讲过嘛，原著里边仿生鸟跟鹰眼就结过、就是、结过婚嘛、就是他媳妇儿嘛，结过婚，但也不是一直是，反正他们都是结了离的结，都他妈好几婚，对吧？这个所以这么一想想通了，对，我觉得就是人是英雄了，人目光就不那么不就是打开了，格局打开了，对吧？你说你想想那个回声现在都要有单独的剧，就那墨西哥小姑娘，那个小姑娘不太好看，嗯，但是足以让人记住。对你说的，而且我能理解她会有单独的剧，嗯，她后面还得打金病，我觉得，因为金病可能不一定死，因为她是不可能死，不可能死，她是这什么？她是这个印第安裔，啊，印第安，哦，对对对，她是印第安裔，但是我觉得也有好看的印第安的女演员，哪个？那啊。有啊，就外星居民不够狠，外星居民，对，我觉得外星居民那几个也挺好看的，就是关键这演员，你可没说我外星居民里那印第安人好看，是你说另外几个忘了，你先别问我超过六个月的事儿，那今儿讲这五年前的，我觉得这个有点鲁，嗯，是有点太过鲁了，不是，但是我觉得应该会给他弄吧，因为印第安嘛，我也觉得给印第安人拍拍，好歹确认了有，我得说你好歹是在人美国，美国是人印第安的这个故乡，对吧？你黑命贵，人印第安命也得贵。哎，为什么印第安人不闹啊？也闹吧，他们不好说，不知道闹不闹。反正没有，因为他们有保留区嘛，至少还是就相对会比黑人的权益自治区好一点。但是他们受到的那个伤害其实也很大。对，但是据说好像黑白的关系，据说好像他们给那个。印第安的一个那好处好像更多，好像对，那肯定的，因为加分。但问题是在于这他妈是印第安加分啊！但问题是印第安加35分，黑人只能加15分，好像这种啊。但问题这是人故乡啊！对，我觉得是，就是你在他那人那个问题上，就是你别管黑的白的什么什么色的，你都干不过，说不过人家。对呀、啊，你都那是人家的家，那山都是人家的山，嗯、那都上面住的人家的神明，闹着人家的大妖怪温迪哥嘛，对吧？你这。这个，所以我觉得会，没事，所以我觉得这个给他单独拍也正常吧。对，这个结尾是演的是这个，他给金兵一枪，给金兵一枪，但是这个给的时候没有画面摇上去了，对吧？对，咱们就不见，也没听见金兵叫，金兵应该是瞎了。嗯，漫画是漫画里说瞎了，漫画说瞎了。啊、嗯，这个估计连下来距离应该都下不了。那你要有金兵的话，就会又会牵扯很多其他的角色，马律师是不是蜘蛛侠已经出了嘛，对吧？所以就是比较神奇的是，捍卫者联盟居然被承认了，但是也只有一个，你、哎、你爱的那谁也没、哎、会有杰西卡琼斯、啊嗯，会有的，一定会有的，一定不是。我想看卢凯奇，我觉得有没有金星必须得是那演员演、啊，对，必须 Michael， 我其实更希望看到杰西卡琼斯出现在这个剧里。他后来演什么了？没演啥，他后来好像就没演了，没演别的了。
他就演完接下来，我跟你说就生孩子了。我跟你说，漫威的剧都有毒，嗯、一般演过他们的角色好像都就固化了，接下几年不太容易接戏了。对，不太容易接戏了。对，就是太容易固化。上一次咱们聊杰卡琼斯的时候，我还没孩子呢，好像变化多他妈大。就是怎么了你？对，真的哎，我就觉得真他妈遥远，特别遥远，又回来了，就是又提起了这些人的名字。但是你看，杰西卡·琼斯之后的那两部剧都没有杰西卡·琼斯好看。对，我喜欢看杰，我就为什么嘛？还是因为有那个反派，卢克·凯奇挺好看的呀。一般，卢克·凯奇我觉得一般。我操，多黑人文化呀！有是你喜欢黑人，你喜欢黑人吗？我不喜欢。你是你喜欢黑黑幽硬吗？你是自己说的吗？我喜欢 Michael， 行吗？我。你看，因为有紫人嘛，对，确实是。我操，那部那紫人太牛逼了，那反派演的好，因为还是反派好，所以你就衬托这个剧特别有底气。反正我那个《捍卫者联盟》，我是最喜欢杰西卡·琼斯。他第二季还是《捍卫者联盟》演的时候，不是还是有紫人在边上跟他说话，就是他有幻觉，他脑海中一直有 POA。对，咱那会儿不还讨论杰西卡·琼斯跟紫人那个睡没睡过？啊，对啊，睡过。是吧？睡不睡？他这是不是就是咱们现在说的 PUA 呀、啊？对，就是拿嘴就给你说服了，对吧？你不行，你不行，你没有我不行。对对对，是子儿就是 PUA 成魔嘛 ？PUA 成精了 ，PUA 精王 ，P 精。我觉得也是，大卫·田纳特演，对，好演员，确实是好演员。我比较喜欢看家，我觉得比夜魔侠好看了，但是每个人看法不一样。夜魔侠就打斗是吗？啊，夜魔侠打斗好看。杰卡·琼斯确实是那个剧情紫人呀、啊，跟那个确实杰卡·琼斯演的也好。杰卡·琼斯那个倒霉样子，就是演的也特别衰衰的那个横货、嗯，特衰的横货，就天天也喝酒，酒蒙子，懵懵登登的，给谁揍谁。跟说什么弄，就跟你喝醉了一样，你知道吗？这不可能。对，就还没有呢。但是我觉得看这个镜头，金并也有了，马律师也有了，这俩估计都得有。我觉得有可以有，可能演员还是得换。不换，这俩都没换啊。这俩杰西卡·琼斯肯定得换、嗯。为啥呀？我觉得应该不会。不是，这时候有演员女演员跟家待着带孩子正没事呢，迪士尼不是我跟你讲，演不演？我跟你讲啊。在漫画里边，现在杰西卡·琼斯就是常年以刚生完孩子的形象出现啊，也不出去打，就打电话。卢凯奇赶紧回来，那个买奶粉，就是这点事儿。你别他妈又跟铁拳出去，假装说行侠仗义，实际上你们俩出去鬼混，快回来买奶粉。紫人呢？不出来了，没了。紫人不是这紫人给灭了，这、那什么也给灭了，只是这个。不是，我记得印象中老友，印象中那个最后那个捍卫者联盟，他们最后大战的时候坐地铁去的嘛，啊、打车去的呀，就比较没钱嘛，没有飞机，但是挺好，我觉得这个好，因为确实这个捍卫者联盟里边，马律师，然后杰卡琼斯都属于比较出彩的。卢凯奇也可以，铁拳。哎，咱们这集，铁拳不来了。不是，咱们这、咱们这期节目不聊鹰眼，咱也聊那小鹰眼子。聊了吗？这不是鹰眼里边出现让大家激动的地方吗？人家激动地方，聊聊小鹰眼。小鹰眼来了一姑娘，来了一姑娘，鹰眼徒弟，好像在原著里边。我觉得这个就是个年轻的这个小鹰眼，我觉得。他还真是有点那种星相哈，像演一个他现在挺火的，他像是能撑得起这个角色的那种演员，演大黄蜂那个，对，演大黄蜂那小女孩，她算正经，现在看着是个正经演员的这个新星，而且就他跟鹰眼就是第一次见完了以后，然后他走在路上，然后俩人在那个。时代广场走过去，然后聊天的那个就特别像就演特别好，就像粉丝跟那个对。对对，他确实演技还是比较在线的，就是他能把自己是什么状，其实他挺难演的这个角色，他不是一个普通的粉丝，他是一个富二代，他是一个接班的粉丝，不是，先不说接班这事儿，他本身是个富二代，对，他有他的傲劲儿，如果你是一普通家孩子的追星族，你好演对吧？你好演这个，但这你就直接说什么和冰所谓这种，你他那个是本身可要强了，是个富二代，但是他看到了他心目中唯一的偶像的时候的那个粉丝的小星星眼，那个劲儿其实是比较难拿的，就是他有钱，他不是有钱又刻苦练奥运项目，对对。对，天才少女，对对吧？学习也不错，美国人、啊、学习不错，对吧？这个妈妈有钱，妈妈有钱，哦、能培养，小时候都培养。爸爸后来不知道去哪儿了，射箭，爸爸去哪儿了？对，后来不知道爸爸去哪儿了，妈妈一直带着他，对吧？带着他学习，然后练。这期标题就是这个嘛？对，然后得了好几个冠军，培养一个从
这如何培养一个单亲家庭，如何培养一个天才少女？对呀、啊，多厉害、啊！但你知道培养这事儿不是？不是说你说想培养培养、嗯、这里边你不是说要搭上时间精力还有关键钱，那肯定。然后现在北京射箭馆不是射箭馆就是击剑馆，嗯，你知道我击剑贵，现在北京有好多击剑馆，你知道吗？就是培养那个，就是从中学十二三岁就可以，小孩就可以去学去，嗯，可贵了。你先看设备，他那一套是他那电子设备呢，还得是对储上得响嘛。对，这东西不是说，我觉得这东西不是说号召大家，哎呦，你看你得学他，你看学他的这奥运会，确实你说这都得这么说，因材施教。你看啊，你看这个小鹰眼这姑娘射箭也好，这个又奥运项目又天才又这又那的，你看看人妈什么水平？对，人家住的什么地方？对，别墅。大别墅，这都不是别墅了吧？这城堡，这个平地城堡，就是这个城中堡。我觉得就是，对吧？你很难想象这个，就类似于二环地段有城堡，就是空中四合院。对，空中都不是说四合院，那是空中在市，人是大隐隐于市，拆了。人就在这市中心最繁华地带的顶上，人一弄一城堡。然后啊，你说他击剑好，射箭好，你看人妈，他妈虽然不会这个，他妈这个老公。不是，这不是这个男朋友，他妈后来交一男朋友，他妈男朋友剑术大师，对对，收藏多少宝剑，玩击剑玩的，对吧？你看这小姑娘说多厉害，这啪，他那个后爹一剑就给他小姑娘剑不楞掉了。大师，你得先看你父母在什么水平上，是对吧？就是之前有朋友问过嘛，那个那会儿去别的电波的时候问过嘛，说那个有朋友家的孩子能弹这个坂本龙一啊，你这个。钢琴特好听，说你会不会焦虑跟羡慕？我说我也不会弹，我逼我们家孩子弹，我也太不要脸了。我要是喜欢，我先自个儿练。就是但凡我做不到的，我绝不会认为我孩子必须要做到，对吧？我能做到的，我也不全要求他，对吧？就是咱先说了嘛，那以前那个人家电视台主持人说了，说一帮家长带着孩子去选秀去，对，是吧？人临了孩子没选上，千万别赖孩子。嗯，是基因问题。我特别喜欢这位主持人，对不对？对不对？我就说有道理，大实话。我跟你说，是吧？你父母办不成的事儿，千万不要就是轻而易举让你的孩子超越你。没错，我觉得这是真说的。我觉得是是，真是这么回事儿。有时候望子成龙，得是龙望子成龙，对对吧？你说咱是一黄鼠狼，然后望子成龙，那不就不是我的种了吗？对对吧？你所以我觉得这人还是解。在一定程度接受自己，其实可能没有那么出色，就把心态放平就行。得接受了。真要是说，就是说，咱也不能说让孩子就自甘堕落。咱是黄鼠狼，咱就期待孩子能不能这个练成黄鼠狼精。我觉得这通变化，哎，就是先变一个。这时，嗨，你说这世界上有人是冠军，那肯定就好，就99%人就不是冠军嘛。对呀，对呀，是这么回事。你就老说跟学。咱学不起，咱也没那空中四合院，对不对？然后咱我也没有男朋友会击剑，对你男朋友，对吧？我也没法跟这个当地黑社会的头子金并一块做买卖，对，一块做买卖，我也没钱雇杀手，对吧？对吧？我也没有钱雇白寡妇，我真有钱，我也不雇白寡妇杀人去呀，对吧？来家里一块玩玩呗。对吧？这个小鹰，但是小鹰眼这个演员演的还是不错的。不过比较有意思的是，先说一下小鹰眼。其实小鹰眼这个演员，这个就是他是由于他等于是一上来先演了他在那个复仇者联盟第一次集结的时候打那个洛基带的那群外星人的时候，纽约大战的时候，他们家被给炸了。他顺着这个残骸看到了鹰眼在和其他的这个外星人战斗，外星小兵战斗，对吧？跟外星小兵战斗，真来一外星那个巨大的那鲸鱼似的，那也得靠浩克的一拳，对吧？但是这个后来小孩说了，就是说因为那些都有超能力，超能力，我知道你没有超能力，但你还这么勇啊！这对我觉得这一点其实也 是超勇的，对，超勇的。你听的台湾配音的，真的超勇的。真的是，就是哎，这其实就有点点回到了这回鹰眼的这个故事。对，就是什么呀，鹰眼在里边是边缘，是落后的分子，对吧？这个但是你不得不说他是真正平凡的人。对呀、啊、
哪个他妈复仇联盟里除了他跟寡姐不全他妈是能飞能蹦能发波吗？要不然能变身，你对吧？咱们之前老说的这漫威的规律嘛，是怎么讲？这个富人靠装甲，穷人靠变异嘛。鹰眼靠啥呀？鹰眼既没有装甲也没有变异，对呀、啊、靠毅力。对，我觉得他这种是最难的，是因为他日常还保持特别大的运动量，而且让自己的身体机能不能落下去。啊、你看那什么雷神那个，根本就不在乎说有大肚子。他妈长成大胖子，他还那么能打，他还那么能打，对吧？他有电呀，对呀、啊。但是你看那个这鹰眼不成，这地球人可不行，啊、老得保持。而且那个他上来就是你没看，就好多人把他当英雄，想让他签名，他特尴尬，就他。显得就是说其实我没那么牛逼，你找我、嗯、其实我也挺对、哎、想太多了，想太多，人就是路过了认出来了，人不好意思不让你签。今儿老遇人这事儿是吧、哎、不是，其实我都认出你来了。接下来说点什么了是吧、就是、拍照你可能也更不乐意，那就签个字 吧、啊、因为他们不是去看那个演出去了吗、啊、我那演出极其尴尬，我操、哦、太傻了。复联的歌舞剧对吧、嗯，而且最逗的是他们演的是纽约大战，对，纽约大战的时候可还没有蚁人呢，对，他给加上，然后在那个歌舞剧里加上蚁人了，因为他有超能力啊、嗯、对吧，就是你加上去之后可能更好看呀，然后鹰眼只能在旁边喊号，还得做一个搞笑角色，就是鹰眼看着台上有人演他像一个傻子，虽然演那些人都像傻子，但那些人明显是在歌，就是这个主角 C 位钢铁侠还有那个威亚给吊起来、嗯然后一个根本就没有参战的蚁人都出现了，他在那个表演里边，他就是那个三句半里的那个半，对呀、啊，黑寡妇还是个姑娘，就是在里边就也好歹好看，对，好看，负责嘛，他负责就是打趣，多尴尬，多尴尬。然后他出门撒尿小便的时候，看见池子上写着说那个谁灭霸是对的，灭霸是对的。好，他后来我觉得这是最让人对呀痛心的。你说我们是吧，为了整把人都给救回来干嘛呢，我操，结果现在是吧，他最后好像喝水拿在杯子上面，他已经接受了，都是这句灭霸是对的，既然是不是诚心给他看的，他已经接受了，就是因为这已经成为了一个流行文化，对，就是在他们那个世界观里灭霸是对的，这句话成为了流行文化，是热搜，是热搜，很多播客拿着麦克风已经说了，看现在这么多问题就解决不了，人类就是寄生虫，人类就是病毒，应该消灭，灭霸是对的，然后大家啊，灭霸是对的，然后就他只能接受啊，嗯，他只能接受啊，对不对？没有人去考虑啊，没有他们我们可能就亲人就不能复活，但过去了，伤痛过去了，重新新一轮开始高喊灭霸是对。他其实也有意思，就演在这儿，他已经不年轻了，对，已经有孩子有家有业的，对，而且这个之前退休又返聘的这种，就是看开了，对就对吧，我干我的事，他我觉得已经不太受周围人的这些话语的影响了 对评论爱怎么骂怎么骂，反正付费节目能卖出去就行对吧，就是看开了，看开了，他是有点看开了，但是呢他心里还是有结儿过不去，其实还是在那个寡妇对，还是在寡姐，他眼看着寡姐摔，就是他心里边这个柏拉图的这个爱人，对吧？这个，哎，我觉得已经都高于爱情了吧？高于他是革命友谊，真是那种就是那种老兵的那种。对，他们俩是真的是革命友谊的这种镜头，那个一起扛过枪。对，所以他媳妇儿，啊、他还跟寡姐一块干过别的呀？不知道。对啊，所以箭在弦上嘛，对吧？我觉得就是那种就是真的生命中的知己，是吧？挚友就跟我一起经历过那些生死，而且只有我们俩才能明白，才能经历过懂的事儿，对，就那种感觉。其实人的感情很复杂，尤其像他们这种经历多的人，可能会经历出更复杂的这个人的情绪。这种情绪不是所有人都有，也不建议大家都有。关键他太孤独了。对，说看完之后马上出去要找一个寡姐这样的红颜知己，这就没必要。别这个不推荐啊，不推荐，不要出这种事儿赖我们。对吧，你得先救，你得能先救世界。他好像也没有朋友啊、嗯、没朋友，他没有朋友，他跟谁好啊？他跟谁都不是美队，美队人家高高在上，美队人高高在上，美队也跟寇森不错，寇森死了是吧，寇森给他发任务嘛，给他打电话，他还真是跟科尔森不错。对呀、啊、科尔森死了，给复活之后人不认了，人不认，给了俩大嘴巴，人不认了他没朋友了，他真是没什么朋友。他跟那谁
那谁那个福瑞算是可能没准能撑个朋友。谁他妈福瑞是朋友？但是福瑞，但是不孝的人。对，但是福瑞你会明显感觉到他城府太深，你不能跟他交心。他妈的不一定弄着是憋着什么坏弄你呢，对吧？就是可他是个好人，我们得承认。但是这种特有城府的人，你肯定不敢跟他交心、哎。那就说说他的这个原配妻子黄双脚，那仨孩子都是他们俩生的吗？是啊，啊，你又想出什么了？他想的是这仨长得都不是一模样。对啊，啊，那基因搭配嘛，基因搭配，演员选的。就说正经了，正经，真是他们不是这剧里边是就是真是黄双脚一口气生仨。就是不是，这就连着看出是一口气儿，是连踩着肩膀，踩着肩膀啊！那也够累的那几年啊！是是是，生了仨孩子嘛，对吧？是仨吧？是您这个对女孩呢？他们是不是国内也有一些这种压力，就宣传多生什么的，对吧？他，你想他这片子里边这个钢铁侠一个，别人没了啊，是吧？啊，钢铁侠生了一个闺女，剩下的所有人没孩子，对吧？这鹰眼是负责这个培养下一代吗？没有啊，那个蚁人有一个闺女。现在哦，对，蚁人有一个前妻，跟他前妻，蚁人还有个闺女。哎，他们也是生女孩多啊。对啊，酸性体质，酸性体质，跟咱们节目似的。酸性体质，人那天都留言了，说咱们节目怎么这个经常来的生的都是闺女，酸性节目，所以咱们这酸性节目，酸性节目。人说好像从那个遗传学角度，就是女的会、嗯、女孩会偏多一些。是吗？行吧，至少该持平吧。但现在我们不是，嗯，但是咱们多生了，没事儿，挺好的。然后这个，对，确实是，反正他媳妇儿，你就管人媳妇儿是不是都是他媳妇儿生的，都是他媳妇儿生的。他媳妇儿肯定跟他以前也执行过任务啊，不是一般人、啊。英雄的母亲。对啊，既他本身也是英雄，他本身也是英雄，英雄的英雄母亲嘛，对吧？那个说来这鹰眼，其实这个戏里边最后解决了一点，就是他跟寡妇的这个心结儿，最后算过去了。伊莲娜就是对这个白寡妇来了嘛，因为这个打，我觉得他想打杀死他，一看就是假的，不可能杀死他。你就是白寡妇呀？白寡妇开始是想杀死的，真想杀死，是因为那个图什么呀？黑寡妇的结尾，黑寡妇的结尾有一段戏，哦、有一大九头蛇夫人拿那个，有一大娘没看完，来一大娘找这白寡妇了，说的你姐死了。然后是谁杀的？是鹰眼杀的。他就挑事儿，挑事儿呢。那大娘就是那谁吧？就是那个冬兵跟猎鹰里边那大娘。冬兵跟猎鹰里边不是最后有一大娘去让那个假美队加入他们吗？对吧？就是这会儿他又开始给白寡妇下任务，让他杀鹰眼。就是那大娘，大娘最坏、啊。对他，我看有说大娘要成立新组织，想就是这个代替复联。什么组织？都有谁、啊？就是这帮就是有点邪的这帮人。啊，说是雷霆特工队，现在成立什么？现在都坏人都没了，你们现在成立个坏人组织、哎。对于他们来讲，坏人不愁没，没坏人我们可以虚拟一个坏人，然后我们去打，对吧？有一个假想敌嘛，平行宇宙了嘛，对对对，漫画里肯就是电影里肯定就是平行宇宙了嘛。其实这么看来，这部剧啊，就是更多的是把。黑寡妇那部电影里边的一些东西给他也给解释了，补了完全一些，但是并没有走向那个洛基的那条线，没指多元宇宙，一点没有，没有多元宇宙，先过节再说，先过节，先过个节，还是贺岁片，讲点小事儿、嗯，然后呢，家和万事兴。就是我觉得真的就体会一下鹰眼，我觉得就是有时候我们也忽略了他，他可能是生活中的我们。但是是不是会有战争机器的那个什么呀？电影电视剧啊？对啊，我看说有啊，但是不知道什么时候上。就战争有提一些，因为他们那个基地的东西不都被偷了吗？被弄出来、哦、是不是跟这个会有战争机器的一些剧情？那不知道，你看了战争机器才知道嘛，对吧？反正说是这么说，对吧？就是确实是鹰眼是有时候被忽略了，其实他还是比其他的英雄更费劲。因为像平凡人太平凡了，他太烦了，他既没有钱也没有科技也没有这个，但是他有家庭超能力，对，但是他有家庭有家庭和红颜知己，这个确实是那些人不可比的啊，那些人不可比的。人家也说了，人编剧啊一点都不偏心，嗯，鹰眼得到了那些人梦寐以求的东西，对，就是家里有媳妇儿，外边有红颜，对吧？要不你像那个刚你像斯塔克这样、嗯、是吧？你是有孩子，但是你命短，啊、嗯，走了，对吧？对，像他那样，他能打到第二阶段，
子女是就是什么那个儿女双全，对，是吧？全乎人是个全乎人，就耳朵聋了啊，他有助听器嘛。也有助听器，而且还有徒弟，还有徒弟，徒弟还挺厉害，是吧？啊、徒弟还不 又漂亮又厉害，都不用培养啊！对对，都已经练好射箭才找你来，对，你给他发箭头就行，哎、就是带资进组，带叫什么那个带师什么学带师投艺，带师投艺，带师投艺加带资进组，人家有钱呀、啊，郭德纲似的，是吧？对呀、啊，对呀、啊。你看他查案的时候，你鹰眼都不知道怎么查，对吧？他直接进他们家那保全系统，他们家是他妈开发保全系统的，是吧？直接带着这个后边那么多钱，带着鹰眼去酒店，对吧？就跟你说，就咱们老说鹰眼这鹰眼那，人鹰眼自己心里明白的，是吧？我这什么都有，对，无所谓了。你们爱骂我就骂我，爱搞我搞我，说萨诺斯对就萨诺斯对，举着你们的这口号的杯子，我也照样喝水，对吧？挺好，挺好。看开了，平常心了。嗯，最后，但是就是这一集更好。这集白寡妇来之后，还把心结解了，对吧？嗯，又多了一个，又多了一个潜在可能的红颜知己，还是我前任红颜知己的妹妹，姐妹。是不是？对对，你看那伊莲娜嘛，明显你看伊莲娜在她世上最大的这个牵绊是她的姐姐嘛，她姐姐死了，那只能跟她姐姐以前的。朋友好，对，就是他跟他姐姐尼安娜跟他姐姐有一个口号的那个暗号，口哨暗号嘛，尿哨。现在就只对吧，只有你会吹了，那我只能跟你吹了。以后我给你吹，你给我吹，只有你等我，对吧？挺好，挺好。其实也挺有意思，鹰眼就是等于在安慰伊莲娜的时候，自己就释怀。安慰他的时候就给他吹呗，对，是吹了那个口哨。节目太酸了，太酸性了，我跟你说，就吹了口哨，吹了口哨，对吧？然后这个挺好的。不是你，那你看伊莲娜在这世界上还能跟谁说心里话啊？没了。你要想他姐姐的时候，只能找七莲，只能找七莲说。鹰眼，对对对对对，那个正好那个说那个这那个人说就是这个谁怎么讲这个鹰眼其实就是教徒弟这事儿也挺逗的，他是他后来培养这个徒弟，嗯，其实也是因为说是因为他觉得那个之前他窜的那个红女巫打仗有关，他之前在复联二的时候不是窜的红女巫打仗嘛，啊，好像我记得那天朋友跟我聊天还说起来呢，说那个鹰眼好像是跟那个红女巫说的是什么，那个你要是怎么说，就是说现在一个岛飘在空中，然后那个就是要么就是让你那兄弟过来照顾你，要不然你就战斗，我现在没法一边拯救世界一边照顾一个就哄孩子吧。片汤话吗？跟激他对，甩片汤话嘛，甩片汤话，甩完了之后人就是红女巫就站起来了，你让开点，你让开点，我没工夫照顾你啊，要不然你就后边待着，要不然你上。哎，但是你也说够狠的啊，他啥也不会，我要是啥也不会，就没有任何超能力，敢跟这个现在这里边最猛的女人这个放狠话，对吧？可能当时也没想到，没想到这么猛。对，后来他再说话都是这么说，就是都说说。后来就说话就客气了。对，后来都说他们有魔法，他们是神仙，他们能变异，他们有装甲。我是一个马戏团长大的，我只会石器时代的这个武器，就只会射箭这个。哎，你还别说，这里边还交代了一点他的身世。小时候，他小时候其实也。不太开心 啊是，他妈是个小偷，嗯，是不是？他好像在原著里边好像更惨一点，曲艺之乡出来的啊，更惨一点，在原著里，这个他也是马戏团出来的，对，是马戏团。以前说小丑不也马戏团出来，不是小丑，是那个是谁也是马戏团出来的？罗宾。哦，对，罗宾对，罗宾父母是马戏团空中飞人，哦，嗯，然后掉下去了。对，他也是马戏团出来的，射箭嘛，射得准嘛。对，所以你看这个，你说你像学习这个齐天鹰眼也不太好学，人家里从小就练这个的，所以就对呀，啊。所以说他家里就是可能就是黄鼠狼，现在希望你的黄鼠狼能练出法术来，你成一黄鼠狼大仙儿就行了。你说咱是一黄鼠狼，你说非要求你现在给我拿几个奥运冠军，我觉得对吧？你这也不现实。360行，行行出状元，啊。对对对，就一代比一代强就行。我觉得还发现了，人家说了，不是冠军重要，是那坑重要。嗯，现实有那坑，所以才有他。你谁知道未来有什么坑呢？对对对对对。是这样，先凭兴趣来吧，对吧？然后真是说的，行吧，高兴干啥干啥呗。对，喜欢干什么干什么吧。嗯，之前他撺掇完红女巫之后，红女巫其实走向了一个不太好的一条路。嗯，所以其实哎，对，他可以跟红女巫交朋友。
他是不可能了，他怎么现在变了？他是看着红女巫长大的，两句话说不好就控制你。哎，其实他应该是比红，他应该算红女巫的叔叔。对，是他是红女巫叔叔那边，而且他还特意去救过一回红女巫。对，他对红女巫，他等于是就是激励过一回红女巫，然后拯救过一回红女巫。这红女巫不是后来让钢铁侠给关起来了吗？他去救的嘛。对，我觉得他应该可能能说得上话，够呛啊，够呛。我跟你别小瞧迪士尼的套路，小迪士尼套路就是。会让这种最没什么能力的人去办这大事儿、啊，希望吧。或者红女巫的这个后续不是也已经出来了？劝劝他，毕竟以前都是得叫说不上话的人，说不上话，说不上话，甩过片汤话呀、啊？恨他这呢？没恨啊，人可没恨鹰眼，人家是都不说。但是不，但是、啊、你爸那是，就是人红女巫现在高了，人现在高了，觉醒了。人就你这么想，你说哟，当年你还是这个普通员工的时候，我劝过你两句，然后有一次挨批评，我替你挡了回刀，然后现在您升到副总了，我还对吧？您升到 CEO 了啊，我还是一个普通的这个小经理，您能提拔我吗？对吧？我还过去跟你称兄道弟，那你觉得 CEO 人能乐意吗？人 CEO 发完公关稿之后，转脸把所有人全删了。对不对？谁也不理你，所以现在这个红女巫这个状态，谁跟红女巫说得上话？不是老朋友，对吧？不是老朋友，是能跟他在一个级别上的人，对吧？奇异博士、现在都是奇异博士跟红女巫拍肩膀了啊，洛基啊，对，就是这些人，洛基可能都弱点，现在就是奇异博士跟红女巫拍肩膀。哎呦。啊、嗯，这新的这个奇异博士这个预告片不也出了吗？确实都差距有点大，人家会。对呀、啊，就是、红女巫在出现的时候，人都不是可能走路，人都飘在天上，人飘到天上，穿上新制服，对吧？跟他妈观音似的，对呀、啊，对不对？后边带着佛光，您鹰眼这带着助听器，让手里抱着圣诞礼物，那边牵个瞎狗，穿着体操服，穿上体操服牵条瞎狗，对吧？您还太他妈那狗漫画里就有，那狗漫画里就有，确实是后来眼睛让人打瞎一只，它里也瞎了一只，也瞎一只、嗯、能看，好没特意说吧，说了吗？没说，能看见，能看见那个大金毛有瞎了一只眼，对，那个是瞎了一只眼的狗，披萨狗、嗯、对，叫幸运，漫画里就是这狗，就是好像也是黑道的，他们给捡走了，养那狗被给撞碎了，然后鹰眼非要救。对，漫画里边就是这个，漫画里边有跟这个剧比较类似的那么一套漫画，2012年出的吧，就一上来特惨，一上来演的就是那个鹰眼那个从天上掉下来打那个抓钩剑要抓住什么东西，然后最后还是摔到车上了，然后他就说嘛，就说的这个整个复联里边都是神仙呀、啊，都是这个超能力，只有我是马戏团长大的，就是你看他们打完仗没事儿，但是我得缓缓住院。然后医生跟他说，你的脾差点碎了，现在你身上断了多少根肋骨，然后给他那个打上石膏吊着，然后他坐在轮椅上，说就是我这超级英雄，但坐在轮椅上，还有医生推他，他说我想回家，医生说不行，说现在你这个在我们特殊照顾，如果就是出了问题，就是会有人找我们麻烦，然后他把人轮椅踹了，自己起来打车回家，然后那医生急了，说那么你踹轮椅换了之后多少钱吗？你赔不赔钱？然后那鹰眼说了，说这他妈复仇者联盟保险是能够赔的，托复仇联盟保险就是这个车就是意外付保险才赔呢，这他妈是你踹的，这不能赔。他说你就说是自己撞的不行吗？你没弄过车险吗？然后人说，我如果被发现保险作假，我会被吊销执照。这他妈你鹰眼你自己赔，复仇者联盟不管。给鹰眼气的说，行，你他妈把账单寄给我。然后一上车就说他妈自言自语，说我他妈刚拯救了世界，然后我现在上了出租车之后直接就是负资产，就可惨了。然后在那个漫画里边，他跟那个小鹰眼那个姑娘的那个关系也挺逗，因为我看过那小鹰眼家有钱啊，小鹰眼家有钱，你这个什么代师什么投艺，代资入组，代资入组，你这个交给师傅不合适啊，学费啊不合适啊，那开不开发票啊？不合适，怎么走账对吧？有没有发票啊？对吧？你哎，但是、我跟你说，你说税的问题是吧？税的这个事儿也特逗。这个鹰眼一看，那怎么着？这个、国家现在要扣我40%，个我这算什么？我这算什么广告开销？
我就睡这事儿，漫画里真有。所以说我们说漫画那套鹰眼特别好玩，就好玩在这儿，特别的街头跟普通人。就是鹰眼回家了，就是到家的时候他住那别墅，然后那个就是这帮就是这个运动服帮的这帮人就开始那个清人呢，说我们这房租现在涨三倍，这帮孙子这个不交钱给他们都轰走。然后那就那些人特惨嘛，就说鹰眼救救我们，说这个他们轰我们。鹰眼也住这儿啊，鹰眼也住这儿。鹰眼过去那黑社会就说了，说怎么了，我涨房租不行啊，和这房子是我的，他合同到期了，我想涨三倍涨三倍，我想涨十倍涨十倍，我个人的房子我凭什么不许涨。说是那个鹰眼看半天说好像是合法的，没有办法。然后那个就是别人就说他们想卖房什么的，鹰眼最后就去筹钱，筹了一笔钱去那个交房租。嗨，我还说筹一笔钱给马律师，让马律师跟他打官司。他打不赢，那就是四人房特别有意思，去交房租直接说你看这是现金，反正那人意思是钱好像不够，他说现金不用交个税，你们拿这现金就现在足够你们，就是如果我给你转账的话，你得到的钱，哦、就是特懂，就是特别好玩。哦，还真是，我好久没见过现金了。他说拿现金，你知道吗？拿现金可以躲个税，你对吧？对吧？就是你现在就拿这给你，你就那个税的钱就免了。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没想到啊，就他那现金哪来的，他妈现金不就不也不是正常渠道弄来的，编号现在要不然不是咱们不是马上了吗，说这个取五万块钱必须得提前申请了吗，对对吧，就防止这些事儿、防止鹰眼这种错误行为啊。但是鹰眼这不是街头吗，以后还会发行纸货币，会吧，还是得发，还得发，还是得发，没人用了，现在花不出去了。嗯，怎么还花不出去啊？国家不是说了吗？还是那句话，少。现在不是说那个不收了吗？没有没有，少看那个，少听敌台，多看国家报纸。啊、国家三令五申的说人民币在任何时候必须可以通用。哎，人说了，嗯，人又说了啊，又说马上说了，说我不知道具体哪天啊，最近的一个日子，还说好的什么小卖部什么什么这种地儿，什么卖菜这种地儿，好像说不让用什么个人收款码了。对，那个是，那我知道。对，那个、个人的那个付款码的那个收款，嗯，额度应该是有。那这么给你解释一下啊，用个人收款码就是咱们之间，比如咱们之间说出去吃个饭，吃完了说咱 A 一下，那你就给你看一码，你扫给我，这是正常的。咱一块吃饭，你扫给我码。但是他在那儿立一个什么？他那是经营活动，对，他那相当于收现金躲个税，对，所以国家不让，就是不是不许有收款码，是不许用个人收款码，你可以用商家收款码，商家收款码是。那个、如果他必须绑公司了，必须要绑公司。那这个就小卖部这种地儿，就他得自己约束他自己了哈。啊，对，自己约束呗，掏税啊，对对对，主要还是防止税的。那咱们扫的时候，咱们哪分？咱不知道，咱不知道，咱扫了也不是咱们的错，是他们的错。咱扫了交了，咱也分不清哪是个人，哪是公司。但就是那个，就是鹰眼这个漫画里特别有意思，就这些咱们最日常生活中去讨论的这些问题，他在里边都有。啊，都有这些事儿，怎么这个还弄点现金让人躲税什么的？不是，我一直就说，那你说斯塔克啊，你们大厦盖那么高，你给他住一间不行吗？租出去了吗？不是说他不是是这样问了？你看他是这样，就是说，首先不能给你钱，不能说我现在哥哥就是说，比如说啊，就是说哥哥我现在有十个亿。然后咱们一块儿录场节目，我就得把我十个亿分一个亿给你，因为咱们是哥们。你一百美金，你坐一套，坐一间，我住啊，不，我鹰眼一直有地儿住。你们以后啊，担保的时候，我能来得快点吗？人鹰眼有地儿住，鹰眼还管饭呢。后来说过，后来鹰眼说吃饭这事儿还说过呢，说的钱这事儿对我还凑合，因为我可以在佛手大厦蹭饭吃员工餐，吃员工餐。真那么惨，可以在富手大厦吃饭，所以我花钱花的少。他确实说过这个事儿、哦，但是鹰眼当时为什么去交那笔？他不是给自己交，他是给全楼的人交。哦、他就是看全楼好多这个普通老百姓特别惨，因为这个黑社会有这个房子，然后他们就收他们三倍租金。他让人认出来了啊！对，主要真是旁边那老太太出来的鹰眼，你看看、他又欺负我们。所以你看这个，所以他们有时候戴面具，其实。
不想让人认出来，想少这些生活上的麻烦琐事。对，哎呀，这确实跟这有关系。有时候这群众们就是看到了这个英雄，肯定是觉得什么事都能解决，对吧？就跟那个前些年电春晚演的跟郭冬临那个角色似的，有事您说话，有事您说话，对吧？鹰眼也是，有事您说话，人真说了，你管不管？然后人就管去了，然后跟这个运动服黑道结仇，就是他最早。所以你看他干这些事儿啊，一般人都看不见啊，浩克不可能干这事儿，对吧？浩克绝不会干出这种事儿，天天在实验室的，是吧？对吧？要不然蝙蝠侠是平时都不干，一干了肯定让人拍下来，干的所有好事都是让人拍下来，是吧？对对对对，是吧？鹰眼这个事儿太小了，哎，不过这个但他真解决了人的问题啊。就是这片子里其实也是这个意思嘛，就是因为说实话，咱们以前看好多英雄片，就是有所谓个人英雄主义的宣传，确实有。但说实话，个人英雄主义的，其实就是说在内核想去表达的是，最终要回到观看者，每个人都应该心里有一个，就是我也该做个英雄。而不是说会有英雄，我们什么也不用管了。当每个人都想自己成为英雄的时候，你不就变成一个集体的英雄了吗？他是他的这个思路是这样。所以鹰眼这部戏，其实我觉得更有意思的就是他演了好几个平民的那个玩 cosplay 的那帮人 那帮人特别有意思。其实本身他们就是人民的英雄的工作，什么警察、消防员什么的。但是日常生活中非扮成这个 cosplay 有魔法，玩儿嘛，龙与地下城啊，对吧？我觉得最逗的就是那个鹰眼去那找那帮 cosplay， 那帮 cosplay 拿着鹰眼的那个衣服，就是那个浪人的衣服，鹰眼要去要，就说但是你得让我打败。你鹰眼你假装输一回，这是我人生高光的机会，认出来了吗？我人生唯一一次可能就是最高光，就是我打败一个复仇者，能不能你让我输一下，你能不能输一下让我高兴高兴，那段还挺对吧？最后演完了，最后比较有意思是，就是鹰眼最后在那个大决战之前是找这帮人帮忙了嘛，对，就是这些人其实疏散那个群众，对，其实你会发现比较有意思的地儿在那个复联一里边，谁负责疏散群众？鹰眼、寡妇跟美队，对吧？是那另外那两个是去打那个大个的，这些他们就是负责打小兵跟疏散群众。这回单挑大个的是鹰眼，然后让其他的小兵去疏散，对吧？让其他认识这些新朋友，他们在承接做复联时候鹰眼做的那些，他们也打了一些小流氓嘛。那你看那还是那个齐天参与过任务之后有这个任务经验了啊，战斗经验了，能分配了。我跟小鹰眼去打那个大坏蛋，对吧？然后你们打小坏蛋以及疏散群众，对吧？这个哎，但是这也是一种传承，就是他们其实在这一刻，就这些普通人也成为英雄了。他们就在干鹰眼，因为鹰眼是这部戏的大英雄，但鹰眼在复联里是个小英雄，在鹰眼他是大英雄的时候，还有他下边的小英雄，每个人都可以成为英雄，即使就是鹰眼这种没有超能力，因为就是后来有人说嘛，最后看复联，最后你就看成什么了，要么你有钱，要么超能力，大家总想着我被蜘蛛咬一下，我就可以去当英雄了，对吧？但是你看也有鹰眼这样的，就是没有钱也没变异，不也可以做英雄吗？而且更关键的，他怎么说来的？他让这个小鹰眼这个变化了，或者说守护，让小鹰眼也在逐渐的成为一个英雄，成长成一个英雄。人说你能成为一个人的英雄就足够了，是，你是小鹰眼的英雄就足够了，对吧？挺好，挺好，挺好的，嗯。那这部剧你看完之后，就是还是特有过节气氛，对，很，但最后很开心，对，大团圆。整体那个制作我觉得还是算比较精良的，就你看起来。很舒服，是迪士尼的这个一般标准了，达到他一般标准了，可以，不错。而且人物也都比较，就是那个谁，那个小鹰眼，他那个后来那个干爹他妈那个老男朋友，哎，他妈之前是演谁来的？好像是老演什么，忘了，反正是一挺眼熟的演员。他妈那男朋友其实也挺有意思。哦，我一直说他是坏人，结果发现他是个好人。不是，他就是个傻子，他也不是坏人。他哪儿傻了？不是，他为什么老演的就是傻乎乎，不是老演的感觉好像是个坏人似的。开始导演为了给你这气氛嘛，就是想剑术大师，他也是个，他也是个那个剑术大师。对，漫画里边他也是。对，漫画里边他好像是鹰眼的师傅吧，说是，对，说是漫画的鹰眼师傅，这里边就肯定不是。但是我看他，我感觉到了，就是平凡人也可以练两下啊，练练击剑。我主要现在我这个节后，我准备再找一个射箭的一个场馆练射箭去。不是，我觉得你练那武功最大问题是啊，是你那个
你那喊声跟你就是有点违和感，不是？你上次练完之后还让我们看你这里边，哈哈，我们都半年都没分出来是哪是不是你？你下载了声就变了，哈哈，你下载了声就变了，那个是因为你没下载，那个声音被压缩了。那什么射箭，我去练射箭，前两天我特意去练了，你都没分出来，是不是那人是你？我特意去练射箭了，就挺好玩的，是吗？对，射弓箭，我就那个动物园那边有一个，还挺便宜的。嗯，练练吧，我觉得就向那个剑术大师学习，对吧？这个游手好闲的过程中也练练两门小手艺。所以跟谁击剑？射箭，这鹰眼练射箭，不是击剑，射箭。你要跟谁箭在弦上、啊？对，最后就是不射，练就是练最后一下，咱不射，佛祖是吧？